立者叶关于新北报道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连赶三场到泰山区响应祖师泰山岩，新北市泰山岩及林口区竹林山观音寺参拜祈福，并发送狗来旺福袋，不少民众一早就排队等着领取。朱立伦致辞时表示，今天主要是感恩神明过去一年保佑大家，也祈求新的一年继续庇佑新北市民。新北市府今年发送的狗来旺福袋深受民众喜爱，从农历年前开始每个发放场合皆引起民众疯抢。朱立伦说，今年的福袋设计正面是一个大旺字，里面是一只狗咬着一个十元硬币，就是希望大家狗来旺与世全食美，祝福大家旺年发大财。新北市民政局表示，明天上午市长朱立伦还将走访北海岸，到金山金包里慈护宫，三只小鸡龙福成功，淡水福佑宫分送最后一波福袋，想索取的民众要把握机会。